大家好，我是小杨，他是小米，他是我老公，我们是杨米家夫妻档。好久没给大家拍一个吃美食的一个视频，所以今天我们决定了要去买菜，做我们最想吃的一个菜谱。要不要看一下？要不要知道一下我们要吃什么？谜底马上就要揭晓了，让我们先去中国超市。耶 ，Let's go， 走。小杨终于开着昨天提来的新车，我们去买东西了。太棒了，这个车特别高，所以我觉得所有的车都比我矮很多，是吧？我不怕了。啊，我们到十三区了，昨天在十三区，今天又回来了，是吧？嗯，我们搬到十三区算了，搬到这儿呗。反正我们以前也住在这儿，是吧？对啊。是，这里生活比较方便啊。全都是中超啊什么的。中国美食甲天下呀。嗯，而且离我父母是吧？对吧？你想吃什么？火锅。又想吃火锅了。这个十三区的这条主街上是吧，老婆还有写着新年快乐的。嗯。对吧？哇。很有节日的气氛啊。买菜回来了，现在准备切上豆腐块儿。你跟大家说做什么呀？好吃的呀。哎哎哎，别打马虎眼儿啊。马虎眼儿。对呀、啊、你知道什么意思吗？就是马和虎他俩都有眼，然后呢两个加起来叫马虎眼。啊开玩笑开玩笑，就是别糊弄大家，你要说实话。就是这么吃的啊，然后呢具体一点，有豆腐啊，有菜啊，有玉丸子，有鱼啊、嗯、有好多东西呢。哦，火锅我已经猜出来了。但是火锅我们不是做过了吗？但是呢没法回答了。怎么没法回答、嗯、火锅可以天天吃，早饭晚饭中午都可以天天可以吃啊。嗯，那大家不可能天天看你做火锅吃火锅。但是这个火锅比你上次好吃呀、啊、邀请了一个朋友吃饭，然后我们就准备了火锅，因为炒菜不知道炒什么，然后就做火锅了。好吧，那大家原谅他吧啊。鉴于、他邀请了一个我们的朋友来吃饭，因为比较简单吃火锅，但是呢我们换一下手法，我们吃酸菜鱼火锅，和之前不一样了，对不对？好吃啊。 OK， 好的。因为我怕鱼，我让我们的大米做。对，因为之前吃过火锅了，所以现在我们尝试一下酸菜鱼火锅，对不对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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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呀，小杨不会弄鱼，它疼。疼什么呀？这鱼都不是活的。你把那个，它那个鳞太多了，鳞片太多了。你把鳞片放里边去了，你洗里边吧。没有啊。哎，家里锅里面有什么？煮的米饭。吃火锅吃米饭？对呀、啊、怎么可能啊？什么怎么可能啊？一切皆有可能。我觉得我们家越收拾越乱，所以我决定了我不收拾了。给你们看看这个菜，我不知道叫什么。有这个菜，白菜，还有蘑菇。 See you tomorrow。还有刚才给你们看的这些哟，小小米在那儿呢。嗯，肯定好吃。我们在准备出去玩，所以我们家全都是箱子东西。哎呀，好开心，我等不了了，我真等不了了，我特别想出去玩，开车呀。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料，我们是在中超买的。对，这种的是，然后里边好厉害啊，
有一大袋蒜菜，我想打开，你等那会儿，直接吃，这样吃，吸进去。Clean and cut the fish around one. Wow, 1.5公斤的鱼。我们没有，我们就400克。对呀、啊。一条鱼切好了以后就剩了400克。但是这个不是火锅，只是那个酸菜鱼。对对对对。哇，以后可以吃到酸菜了。不，你现在可以下鱼片了，哈哈。放里边。啊，可以放里边。因为是酸菜鱼火锅嘛，我们可以不用，就是按照那个酸菜鱼的步骤来做，就直接放里边煮，然后我们一会儿可以放到我们那个火锅里面，直接就可以开饭了。往里倒吧。哇，看起来很不错耶！我们第一次试吃这样的酸菜鱼火锅耶，是吧，老婆？嗯。我们从来以前没有这样做过，这是第一次。哇，太棒了！哎呀，看起来就好吃，全网第一啊！全网第一杨媳妇做的这个酸菜鱼火锅，拿筷子和你一块，然后我们就可以开饭了。走吧，走。酸菜鱼火锅等了很久了，对我们呢也是第一次尝试，所以呢小杨等不了了，第一次做，你可以开，然后等不了了。还得是对，试一下给小杨打个分啊，他精心准备。朋友们，以前我们不是吃酸菜鱼火，以前是就是吃鱼火锅。哦，没有酸菜，烤鱼火锅。对，你最喜欢吃的肉，先放点你最喜欢吃的肉。来。好了，你饿了，赶紧了。可以吃饭了，来开动。嗯，对，开动。你放点菜是吧？嗯。我吃了这个酸菜，我想尝尝这个豆腐。对。这个豆腐。你看看他的厨艺怎么样？特别香。你吃什么？还能熟的特别香。嗯、这个酸菜哇。酸菜好吃是吧？这个味道特别辣，哎，很辣哎。是吧、嗯？很好吃。什么酸菜？嗯，哪有酸菜？哦，那可以，以后可以这样吃。哎，真的很好吃。哪有酸菜？这个很辣啊、哦。哦，很辣是吧？挺辣的。他可能吃辣了。是吗？哦，还挺辣的耶。他真的。哎，好好吃啊！是啊。再放点更辣。我们之前你知道做那个就是辣的鸡啊，做那个然后很辣的烤鱼，他都觉得不辣。嗯，我都辣的流眼泪了，还有那虎皮辣椒。拿呀！我这里苦吃，我就拿了。哎，这个鱼可以尝一下。方老师，鱼，那哪里有鱼？这里。嗯，味道非常不好。好吃吧？很嫩。来一口呗。这汤料做的真的很棒。这底料很棒啊。嗯。你看，都很白啊，那个鱼。嗯。好饱了，饱了再不吃了。哇，好嫩的，这什么鱼啊？这是鲈鱼。鲈鱼。嗯。嗯。哇，很嫩。真好吃。吃嗨了，我要喝香槟。哎，你慢点，别打那个天花板上了。我们家珍藏已久的香槟拿出来招待我们的朋友。其实我不会开、啊。谢谢啊。不会开呀、啊。你别对着镜头。我远点。大家注意了，他不会开。坑出来。等会儿。慢点啊。慢点。我不行。你这样一点一点一点。哎，你往上，对。哇，他自己。哇、哦。还可以，好，哎呦我，上去了，因为你的车，这个气儿一点点就行，对，是的，是的，谢谢，好，因为我是新手，对，这法国可以喝一点啊，来，这个香槟非常棒，提前过圣诞了啊，提前过圣诞了，对，圣诞快乐，对，圣诞快乐，我们2021年顺顺利利，祝大家2021年。顺顺利利，嗯，
然后小杨健康，25号以后就会跟大家更新旅游的 vlog， 对吧？对，对，我们的火锅宴就到此为止。小杨打个分，你的火锅觉得打几分？几分是满分呢？100分，满分。100分啊？嗯，100分。哦。太棒了，还可以多给一点，不要骄傲，真的很棒，嗯，真的很棒，好，不要骄傲啊，来，那就让朋友们下次见，来，继续支持我们杨米家庭，拜拜，爱你们哦。